我喜欢你。你不是喜欢上别人了吗？没有，从始至终都是你。我说现实中遇到那个喜欢的人也是你。嗯。哎，你还愿意跟我在一起吗？是，之前是不知道，现在知道你是学生家长了，可能就不行了。为什么？因为学校禁止老师和家长谈恋爱。我现在就跟林木木断绝旧女关系。逗你的傻瓜。那你是同意了？看你表现吧。陈老师，想娶你得啥条件呢？彩礼得28万8吧。这么多呀？现在买套房子都100多万呢。嗯，那你是准备放弃了吗？不，我会努力的。逗你的。不喜欢的呢？1000万我也不愿意。要是喜欢的呢？10块钱我也行。嗯。傻跳啥呢？你在那儿？那过两天要新上一个电影，3D 的，喜欢吗？36D，那确实当然眼前一亮啊。你一天脑袋瓜里都寻思什么呢？哎呀妈呀，我这脑袋，我这嘴呀、啊。